歌我就上来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的歌被呼花大队顶到华语榜的第一名，所以说我上来看一看。朦朦胧胧的，那不就叫朦胧美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朦胧美不挺好吗？是不是？我这歌还没唱完呢，歌有没有毛病啊？唱歌有没有毛病？感谢芳芳哥啊，谢谢稳稳哥，歌曲有没有毛病？那我先唱个开场曲啊，家人们给花点点赞啊，给花点点赞，分享直播间。OK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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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感谢大家，谢我W哥。咱们丢一丢人气票，点赞。举起又放下的酒啊，敬向我最亲爱的人。每一个难眠的夜晚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伤。自己难过的时候总独自流泪，醒来后想走无所谓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伤。喝下的嘴里的酒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近自美的花。喝下的嘴里的酒随便吧，就随便吧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伤。喝下的嘴里的酒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像天边月裙子里的花。喝下的嘴里的酒随便吧，就随便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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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大家的助力人气票，谢谢远方哥，欢迎我远方哥，欢迎大家的到来啊！家人们进来的，我们给点一下赞啊，点一下赞赞。大不了要听大不了吗？我的新歌你们听了没有？家人们，呼花大队把新歌的歌名扣出来，把新歌的歌名扣出来，告诉他们
花姐发新歌了，谢我王先生啊，谢王先生，谢我傲视九天的人气票。我现在人气榜在31名啊，家人们都如果帮忙可以打满的啊，我们帮帮忙打满一下，然后没有条件的家人们我们点点赞啊，好棒，好好听，我们唱新歌好不好？我们唱新歌，来一首花姐的新歌，歌里那个人送给大家，送给我鱼哥，送给我远方哥，谢谢我林三哥，林三哥换成人气票。嘿，花生酒上歌声又响起，谁在独自轻唱着别离，漫漫长夜想着我和你，多少往事泛起了涟漪，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殷勤，漫漫长夜想着我和你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梦见梦里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的认真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，加盟点亮，点亮直播间上20000人，加盟点点点点赞，嘿，谢王哥。那些曾经误会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殷勤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况且梦里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唱着我们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唱着我们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，两首歌里那个人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，家人们如果觉得好听的话，酷狗帮花姐打个榜，转发一下你们的朋友圈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，真好听。对，这是我的新歌，然后发行了一天被呼花大队顶到啊华语榜的第一名，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帮我顶一下，帮我顶到top500的第一名好不好？然后需要大家助力一下，帮我同框段子，然后帮我转发抖音。感谢我傲天哥啊，家人们可以帮我点点赞啊，可以帮我点点赞，然后丢一丢人气票啊，丢一丢人气票。对，我直播间现在15000的人啊，家人们都给花点点赞啊，一起点一下赞啊。
一起点一下公屏，然后他人气就会高一点，希望大家一起帮花点点赞啊。点点赞啊家人们。然后歌里的那个人呢， DJ 版一会儿十二点钟上线啊，一会儿十二点钟上线。然后明天小鸭的歌是明天下午的六点钟下一首。你们还要听什么歌？你们还要听什么歌啊家人们？感谢大家的人气票，我要人气票打满。谁在独自欣赏着别离，漫漫长夜想着我和你。有网友吗？下面可以关注花姐哦。我的妈呀，多少我余威哥，你要听你的歌是吧？好的，我给你唱啊。我余威哥现在自愣起来了，给花上那个嘉年华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你那个版本的啊、哦。这首歌是谁唱的呀？怎么只有女孩子呢？没有男的吗？呀，他的版本已经下掉了。那这个我也唱不上去啊，这个我唱不上去啊，太高音了。下面给我余味哥点点关注。谢我余味哥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看这边有没有啊。希望大家给花点点赞，辛苦你们啊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。下掉了，咱们点点赞啊，把人气票全部丢出来，我试一下啊。城市的夜空霓虹的璀璨，点亮了黑暗，赶不走孤单。午夜和白天不停的交换，游走在街头，一个人孤单。节日的狂欢，情人的浪漫，所有的快乐都和我无关。无聊的工作让人很心烦，我又想好，送给我余味哥，感谢大家助力的人气票啊，谢谢你们。毛蛋出来，毛蛋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吗？加们点点赞，要听大不了的扣个一，大不了你清唱两句。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，让毛蛋唱好不好？你们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你唱第一句。情难了，我睡不自己。要不要听毛蛋唱？
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我来给你们唱大不了，你们要不要听啊？要不要听？要听的话我就给你们唱，给我点赞点到100万，点赞点到100万，我们唱大不了好不好？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要听的话家们扣个一。谢谢小胖子，感谢王哥，咱们把所有的礼物换成人气票。All right, crew. 蛋蛋点到100万，右下角让它存起来。没有户外吗？我下个月户外，下个月户外。然后我这两天在对接民发广场的户外啊。对，在家里播是没有人气的，所以说我也想出去啊。然后这两天在安排啊，民发这两天就会回话，然后到时候你们都可以来民发这边。然后我下个月的中旬会在安徽滁州。对，然后下面要欢迎我余威哥，欢迎我余威哥，感谢我余威哥，余威哥你这滋润起来了。要听大不了的家人们点个赞啊，给花点到100万，给花点到100万，我开始唱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家人们？点点赞。马赞赞点到100万，右下角一起撑起来。广场在厦门，在厦门，我起步的地方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到了吗？100万，咱们把赞赞点到100万啊！赞赞点到100万。要哦，我要唱大不了，我要唱大不了，因为大家都在扣这首歌，我要给大家唱。好不好？唱大不了可以吗？可以吗，家人们？晴朗了，会说服自己，还是难忘记，温暖了往昔。家人们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！感谢我余威哥，我余威哥，你多久没给我刷礼物了？4年了吧？有没有4年呢？谢谢啊，谢谢我余威哥，家人们100万到了啊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唱大不了送给大家，谢谢家人们，在听歌的同时点赞不要停啊。心难了，我说服自己，让我接受分离，说你不得已，只是骗自己而已。大不了就再原谅你一次，大不了就我自己难过，大不了我一个人生活，好听吗？咱们在听歌的同时给花点点赞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。
咱们好听的扣个一。我深情一点啊，情难了，我说服自己还是难忘记，温暖的往昔为何会这样，让我接受分离，说你不得已，只是骗自己而已。大不了就再原谅你一次，大不了就我自己难过，大不了我一个人生活，大不了没什么。骗自己一次，大不了就当你我相爱过，大不了再痛快哭一场，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就再原谅你一次，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就再骗自己一次，大不了就当你我相爱过，大不了再痛快哭一场，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。你们谁点的这首歌，你们要对我负责任啊，唱的心都碎了，真的真的。 我的声音家人们你们觉得好听吗？说句心里话啊，就是我是原唱，你们觉得有没有人能超越我的？对，我每首歌都不一样，我每一首歌都有每首歌的故事，然后花姐是一个音乐人，所以说呢我每个月我都会发自己的作品，不管这首歌有没有成绩啊，感谢方军哥，谢谢方军家的大哥啊。对，然后我也发行了昨天的新歌，然后被呼花大队顶到了第一名，华语榜的第一名，真的。因为我好久都没有上榜了，然后呼花大队的就特别给力啊，然后把这首歌给顶上去了，真的感谢你们啊，花在这里向大家鞠个躬啊，呼花大队你们辛苦了，感谢你们捧场啊，谢谢你们。每个人的助力，每个人的转发啊，每个人帮我同框，真的感谢你们，少一个都不行。我耀阳哥来了啊，谢谢我方军的大哥，谢谢我老乡啊，老乡过一段时间我回安徽凤阳，在钟楼那边搞一场户外活动啊，到时候要方便的话过来玩啊。谢谢我方军哥的大哥啊，小鸭的歌，对，我给小鸭做的歌更好听啊，因为小鸭毕竟是第一首嘛，然后我就带他一起唱了，我把我的流量借给他，然后呢下一首我就可能不能陪他了，所以说呢明天也是小鸭的首发单曲啊，家人们一定要助力啊，我在上海啊，上海是个好地方啊，上海是个好，欢迎我樊晨哥，我给你们唱歌里的那个人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下个月回安徽有时间就都可以过来玩啊，我要做户外，室内的话播了太压抑，然后又没有人气，所以说呢一定要户外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也证实到了咱们护花大队花出去直播还是有10万加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欢迎我樊晨哥，感谢我樊晨哥的烟花，好久不见啊。唱不完伤人的花语。
好的好的，有机会去看你。好的，可以的。好久不见。对呀、啊、好久都不见。然后今天在家里人气比较低啊，就一万多人啊，就一万多人。然后护花大队的你们记住了啊，歌曲继续打榜啊，叫歌里的那个人啊，歌里那个人。耀阳哥要不要给你唱一遍呀、啊、反正哥，反正哥送一首歌，新歌啊，昨天发的，送给大家啊，咱们顺便点个赞啊，把咱们的歌名扣出来，把咱们的歌名扣出来。谢谢大家点赞。花灯歌上歌声又响起，谁在独自轻唱着别离，漫漫长夜想着我和你，多少往事泛起了涟漪，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印记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唱着我们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戴耳机听啊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谢谢大家为花点赞，咱们如果方便的话啊，打下人气票，打满人气票。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勇气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。好、啊、一首新歌单曲啊，歌里那个人送给大家。这首歌应该有很不错的成绩啊，希望大家帮我花助力一下啊。其实段子、没有热门，但是这两天我还会继续拍，然后我把之前的给隐藏了，希望大家呢配合我一下啊，能帮忙同框的同框一下，然后我们抖音搜索一下这首歌的歌名，然后点一下音乐那里，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拍一下，帮帮忙啊，家人们举手之劳，能帮忙的帮个忙啊，谢谢大家。又火了，对，因为花姐是一个做音乐的，所以说呢啊、可能直播间不是做得很好，因为不是我专业的东西，所以说呢我在每个月发新歌，护花大队的都帮花打个榜就可以啊，
其实不用消费的，大家就帮我拍一下抖音或者是酷狗分享一下就可以啊。怎么操作？就是点开酷狗，首先大家要下载酷狗，然后下载完之后我们搜索一下这首歌，然后我们转发一下，转发一下歌里那个人到你的朋友圈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右下角有评论，搜完歌里那个人之后右下角有评论，大家都可以帮我评论一下哈。这首歌呢希望大家都传唱一下啊，感谢你们，谢谢大家啊。又火了，希望嘛托你口福啊。还要听什么歌？大家还要听什么歌？我都给你满足你们的要求，家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。耀阳哥这首歌肯定大火，我耀阳哥你对歌懂吗？懂不懂？要大家都传唱那就比较火，或者是我自己拍抖音热门了大家都会跟拍，所以说这首歌我自己没有拍热门大家就不愿意去拍，所以说呢只能有护花大队的打榜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一定会很努力的把这首歌拍到一个热门为止啊。我这几天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就在家拍段子好不好？等一分钟吉他不在家，你们看一下还要听什么歌，托我耀阳哥的口福啊。我耀阳哥是我们安徽的老乡啊，难得来咱们家啊，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我现在人气榜在23名啊，家人们助力往前顶一顶啊，灯牌又变了。这歌确实挺好听的，我跟你说火了都好听，火了都好听，对吧？火了就很多人唱，不火就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讲嘛，我会一直做我自己的原唱啊，然后呢总有一首你会喜欢，对吧？所以说呢不管它有没有热度啊，我会一直努力的把它唱好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啊？这首歌我写的好不好听？忘了他，一半疯了一半醉了，我不会唱。凤阳的丫头好，我过一段时间回安徽凤阳直播啊，到时候凤阳的都来看我啊。大家把歌名点出来，我还给你们唱歌啊。家们在听歌的同时点赞不要停啊，点赞不要停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就1000万点赞啊，大不了你来迟了，我刚刚唱完。欢迎我自由人大哥，爱的迷魂汤吗？可以啊，唱首爱的迷魂汤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新关注。我昨天夜里早上半夜小号直播10000多人呢，真厉害哦。唱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自由人，谢谢自由人大哥。歌里那个人我已经唱过一遍了，等一下再唱好不好？爱的迷魂汤可以。家们过几天我去民发直播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行不行？不行的话我就唱大排档了啊，没有舞台的话我就去唱大排档，你们支持吗？支不支持？咱们点赞。多少次幻想，多少次奢望，爱就要死心塌地赌一场，笨拙的手掌紧紧抓住不能放，心甘情愿跳进这一场情况，天空下着霜，醉在马路上，谁能陪我喝一杯到天亮？破碎的眼泪每颗都是冰冰凉，就连伤心也是
感谢我耀阳哥，安徽人的骄傲，我会一直努力的啊，把音乐做好，家人们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。换不回真心，最后我爱到无能为力，走不出这心痛的回忆。家人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赞。阿红哥，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家们如果方便的话，家们助力一下，600张人气票，加先加个粉丝团。谢谢亚旅。我说过两天，天气比较暖和了，厦门也比较热，然后我就去唱大排档。我是这么安排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在背起我心爱的小吉他。去大排档，你们看可不可以啊？我去拖音箱，音箱我拖得动。我一点都不想在家里直播，我就想出去直播。啊，不管多少人吧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出去努力去。感谢我青刚哥的人气票。家们可以亮下灯牌哦，亮下灯牌，然后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，然后我们去群里面领取人气票。应该在大舞台上吧？不是，是我之前那个样子，是我之前拖个音箱去每家饭店那样子。大舞台，我有演出，我演出的时候才是大舞台。大家都会觉得我那样子很 low， 但是家人们，你们要记住，我是大板凳起来的，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我，所以说呢，我不会觉得我很 low， 真的，我不会觉得我很 low， 我因为我是最早是拖着音箱起步的，所以说呢，这只能说不忘本，对吧？偶尔的过去唱一唱可以的啊，对吧？大家都说我飘了，我没有飘。我是在哪都可以唱，我是在哪都可以唱，对，只要给我一个吉他，给我一个音箱，我在哪里都可以。花姐收我为徒吧，好，我收你为徒，你看不起我。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人气，他就是看不起我，对。然后等我人气高了，这个也来要拜我为师，那个也要来。在我人气不高的时候，大家都瞧不上我，不过也可以理解的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流浪兄弟，就大排档，现在天气热了，生意很好的，生意很好的，我去把大排档的钱也给赚了，200块钱一首，我去把大排档钱也赚了，好不好？流浪兄弟，你们要听流浪兄弟吗？要听流浪兄弟吗？就这么心情好，要听流浪兄弟呀、啊？那两个还是老乡接地气，不忘初心。对，我哥他们都在民办呢，所以说呢，我也可以过去啊，我也可以过去。不是因为厦门呢没有流量高一点的地方，它只有大排档。只有大排档人气才高一点。谢我方军哥啊，谢我方军哥。方军哥，那个方军他也不是安徽的呀，你们怎么能认识呢？谢谢啊，谢我方军哥升级啊。花姐优秀，10元一首，两百。当我站在舞台上面的时候，就是。六个，然后不一样的东西啊，然后是我的粉丝在大排档听歌还不要钱呢，对吧？不一样的，那就像我这次去西安户外，对吧？大家都免费听，是不是？但是 你要请我过去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对，然后过几天我好像有。
那个是哪里的演出我也不记得了，还有上海也有一场，之前那个没演成的，大概就是这几天吧，大概就是这几天哦。上海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广西的吧，这几天好像对接的活动挺多的。还是以前那样好，演出直直播也没有什么压力。我现在直播我 PK 我都不想打了，真的我不想打了，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我就要出去给大家多涨一些粉丝，我觉得这样子就满足了，就开心了。广西，对，广西吧，好像是广西。谢我四海哥的跑车。流浪兄弟，流浪兄弟唱了你们会哭呀，要听吗？要听的扣个一。下面要听流浪兄弟的扣个一哦，我来找一下。歌里那个人叫什么？别忘了打榜啊！咱自己的歌，你们不能有私心啊！要转发啊！不要留一手啊！不要光答应我不做啊！咱们都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我免费给你们唱歌，大家就举手之劳帮我发一个段子，同框一下，或者是酷狗搜索一下，转发一下啊！谢我悠悠，不要留一手，记得一定要帮我转发啊！哎，我这唱吧哪去了？花姐在厦门，我在厦门啊。我这是在家没出门，然后我就没用相机播，给徒弟们都放放假啊，然后唱一首什么歌呢？付出的情感，流浪兄弟啊。最后我爱到无能为力。我徒弟他们好像都今天都回来了吧？新歌好听是吧？都转发同框啊，老铁们，给大家唱一首流浪兄弟，点赞。谢悠悠，背起我的行装，走在那老路上，为我的前途去流浪，去寻找我的新方向。远方的山坡上，一阵阵野花香。异乡的山水虽然是好客，我更爱我的故乡。哦，流浪，哦，流浪，流浪。在巷口是见到我的老娘。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我斑马哥，好久不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方便的话点个赞。背起我的行装，走在那老为我的前途去流浪，去寻找我的新方向。远方的山坡上，一阵阵野花香。异乡的山水虽然是好客，我更爱我的故乡。哦，流浪，哦，流浪。
想和是见到我的爹和娘，一步步地向前走，今夜归宿在何处，不回头地向前走，我的梦想在何处，一步步地向前走，今夜归宿在何处，不回头地向前走，我的梦想在何处。归宿在何处，不回头地向前走，我的梦想在何处，一步步地往前走，今夜归宿在何处，不回头地向前走，我的梦想在何处。想家了，想家了，好听吗，家人们？好听吗？一首歌帮我唱跑了多，一首歌帮我唱跑了多少人？本来人就不多，一首歌帮我唱跑了多少人？咱们进来点亮一下，感谢我悠悠，谢我悠，咱们亮个灯牌就好啊，亮个灯牌就好。感谢我竹少哥啊，谢我竹少哥，谢我糟老头的烟花。谁在直播呀？小鸭在直播吗？感谢我张哥，谢我张哥。小鸭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在直播？你到厦门了吗？喂，好了。你到厦门了吗？我到了，师傅。你们都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子明刚刚到家，刚刚才到。哦，你们开车回来的是吧？不是，我坐飞机回来的，因为车上坐不下了，拉了一车设备。行，你有设备吗？可以唱歌吗？可以，可以用子明的设备。然后你的段子都拍了吗？明天下午6点钟发歌。哇，这段子还没拍，我今天刚到家洗个澡，然后明天我上午拍，师傅。不管你怎么拍啊，你要拍把作品拍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。最少要两个抒情的，一个副歌，一个主歌，然后 DJ 的要一个主歌，一个副歌。抒情的一个主歌，一个副歌 ，DJ 的一个主歌。好，四个。然后大概5点钟左右，你就可以发段子了啊。5点钟左右是吧？好的，对对对对，谢谢师傅，来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啊！家人们，你们都祝福一下小鸭啊，然后到对面去扣一波啊！感谢，首发啊，首发就火了啊！首发就火了是吧？对对，你唱首歌吧，你唱首歌。我唱首歌，子明，子明，我这边没有多少人啊，没有多少人，来，家人们全部移步到小鸭的直播间啊！小鸭明天发行新歌了，还差。几千人啊，还关注我还没到啊，首发差一点点，肯定火，肯定火啊，一定能火啊！是是，感谢师傅，也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们对鸭的祝福啊，首发就火！来，家们全部起飞鸭的直播间，给鸭点点关注啊，首发就火啊，首发爆火！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。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，全部移步到鸭的直播间啊，小鸭必火，火火到对面扣个火字就行。有梦的人也
许最迷茫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，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风冷，一半散冷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随全部一步到丫的直播间扣一个火字啊。好听哦，特别好听哦。我们一起啊，一起啊，手发火。对，到对面扣一个火字啊。我这样，这样的师傅不多，对，我师傅特别有大爱啊。家们也给我师傅点点关注。我不会发福袋了，子明来给我发个福袋。子明，到对面去扣，是我徒弟啊。熙熙攘攘，这命运的。谢我那年哥。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，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，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。发了福袋了家们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，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感谢咖啡妈妈，感谢三亚龙哥，欢迎我们师傅家的家人们，欢迎护花大队，家们去给丫点点关注啊，马上破二十万。谢老头，老头今天怎么了？家们，我们可以很棒啊，很棒！了一首新歌啊，叫《歌里那个人》，家们也去酷狗给我师傅打打榜啊！我今天我学我师傅打榜的，今天我跟你说，我的这首歌第一天就上了华语榜啊，上了华语榜的第一名。然后，对，然后我希望你的歌也呼呀大队也好好打个榜啊，一天之内把它干到套五百去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师傅的这首歌，一打开酷狗就是那个红的，对吧？推荐位，你也有，你也有，哦，也有，对，你也有。明天下午18点啊，就6点钟、啊。对对对对。希望咱们护花大队还有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关注丫的啊，我们都去下载酷狗，然后在酷狗上给丫打榜啊。我是第一次师傅带着我唱这首歌啊，我很幸福。然后明天你就可以推歌了啊，然后你就。对，你就教他们怎么打榜，就是点开酷狗，要每个人都要酷狗，你要弄一个群，就歌曲打榜群，因为这首歌对你来说很重要，对吧？你要一炮打响啊！好的，师傅啊，然后我们护花大队的或者是花姐团队的啊，都可以帮忙拍一下啊，都一定要，包括我也会帮你拍，所有的家人们要一条心的把这首歌曲给它推火啊！啊，能火就看大家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的，你今天晚上争取啊，多直播一下，明天直播一下，涨到20万粉丝啊！行行行，师傅，好的好的。行，家们给丫点个关注，我先撤了啊！感谢师傅，师傅好的，那加油加油加油，师傅加油！再见再见啊，明天5点钟发段子啊！再见，加油，师傅！加油加油，小丫那首歌应该很火。糟老头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看我没有大哥吗？我不要大哥。好漂亮，那个花姐回厦门了吗？回了，好师傅。哎呀，糟老头是怎么了？老头你什么情况？人生难得第一次呀，这是，谁派你来的吗？发工资了吗？啊？老头，你别这样搞，你给我整不会了。你这样搞我有点慌啊。怎么回事？
八公子了，老头生意好，我胃有点疼，胃疼，这什么个情况，怎么个情况，都给我整不会了。咱们点点赞啊，赞赞啊，赞赞往上点一点啊，赞赞往上点一点。可来世的如今付出的情感换不回真心，都滋润起来了，这是郭少杰人气掉了，我跟你说在家里面人气都不高。谢谢我家平哥，谢我家平哥啊，厦门护花大队的一定要给花歌里的那个人啊，这两年大家护花大队可能要辛苦一下，包括小鸭的歌，包括我的歌啊，大家可能都要听帮忙推一推了。对对对，我看了一下这边的连麦的人气都不太高，都不太高。谢我张老头有说话吗？怎么回事？你别给我整不会了。谢我嘉宾哥的啊，小小兔兔。谢我伟哥的人气票啊！谢我伟哥的人气票，是看我没有大哥吗？张老头，张老头，掐指一算，我是有大哥的。原地没有大哥也正常，现在大家都比较难，对吧？我们也不能说一直是吃票，对吧？谢谢阿飞哥，你们还要听什么歌？45岁了还装嫩，我高兴，我60岁我也可以装嫩啊，怎么了？你管的挺多，你瞅你那损色样，装嫩我就装嫩，有人吃这一套，怎么啦？烧到，花姐我爱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一看你就是黑粉。大家给花点点赞啊！大家给花点点赞。下面都穿裙子了，我没有，我穿裤子。我很少穿裙子啊，很少穿裙子。哎呀，喝酒了吗？没有啊，没喝酒啊。哟，老头，我到现在没老头说话了吗？以前都在直播间唧唧歪歪的，然后。刷礼物就不吱声了，什么意思呀？装好横吗，糟老头？然后感谢我张哥啊，谢我张哥，唱歌里那个人是吧？歌里那个人打榜的扣个一，打榜了扣个一。你的脸咋那么红呢？热。太热了，抹不去的记忆刻在了心头，定格在你全身的一刹那。你知道厦门有多少度吗？好热，好热。对，我的嗓音自带磁性。我跟你说，小鸭那首歌真好听，真的。哦，花痴比我这首好听啊，是不是花痴？这是给他的惊喜啊，他是还没有到20万粉丝呢。家们先亮个灯牌哦，亮个灯牌，给花亮个灯牌，然后跟你们聊聊天，唱唱歌啊。花姐，你这几天怎么没户外了？我没有地方户外，没有地方，然后户外也挺难的吧，户外也挺难的，然后我就随便播。随便播啊，咱们喜欢花的给花的新歌打打榜啊，欢迎海哥，然后把咱们的歌推火一下，
然后呢我只要户外我就会有人气的，家人们也不要担心我啊，也不要担心我在家里怎么人气都这么低，但你看一下全网的人气都不高啊，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，又不像别人直播间那么热闹，因为大家看我直播都看久了看腻了，知道吧，审美疲劳了，再说我也不美啊，正常啊正常，所以说呢留在我直播间里的肯定都是铁粉啊，连吴小维，其实我直播徒弟们是不可以直播的，知道吧，我直播的时候徒弟是不可以直播的，知道吧，我还连吴小维，不知道我这个点在直播吗？对不对？十万加，我出去户外就有十万加，放心啊，家人们，放心吧啊。户外有气氛啊，我在研究啊，我在研究，我在等明发这边。在等明发这边，这几天就能回话，然后我四月中旬我在安徽老家户外直播，到时候你在附近的都可以过来啊，都可以过来玩。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徒弟怎么可以直播呢，是不是，你看有几个师傅直播徒弟直播的，不会来事，不过也没关系了，我也没有人气，我也没有人气啊，小鸭可以，小鸭也不可以，知道吧，他是今天刚刚到家，然后我不知道他回来，平时我是直播他们是不允许直播的，调教一下小薇不容易，我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，我也不容易，他是一个男人有什么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也得 咬着牙，我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，我一堆的事情我心里还有事儿，是不是，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，那我不还是乐呵的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带来开心吗，给大家带来歌曲吗，对不对，哪个容易，谁都不容易，如果觉得不容易让别人同情你可怜你给你刷礼物的， 那我就坐着哭呗，谢我用户哥，谢我用户哥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也是，哼，其实我们直播间里面很多人不也不容易吗，对不对，不能这样子去那个啥，对吧，所以说呢我们还得靠自己努力啊，还得靠自己努力，谢我阿军哥，谢我阿军哥，对，都不容易，欢迎我无缺哥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就是咱们点点赞啊，把赞赞点到1000万，小俊海你回家想我了没有，谢我无缺哥，我就在纳闷老头怎么回事，老头你闺蜜给你充的钱吧，是不是，老头你闺蜜给你充的钱吧，连小松我这没有几个人啊，下播开会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们今天播以后不会播，因为我在家里了啊，然后我去工作室他们就不会播啊，连谁，我没有大哥呀，我没有大哥呀，我不想打 PK 呀，我想给大家推推歌，然后大家都给我打个榜哈，叫歌里的那个人，我再给你们唱一遍哈，这首歌好听的，真的能火啊，大家都给打个榜啊，花灯歌声出声又响起，谁在独自轻唱着别离，漫漫长夜想着我和你，
些曾经误会的情，那些为爱付出的印记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你就是万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唱着我们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。点赞。那些曾经误会的情，那些为爱付出的印记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答你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。欢迎我听歌。好，感谢。好听吗？我听歌，你有没有听新歌？听得头皮发痒，那就说明唱到你心里去了。欢迎我，哎呀，米叶哥，好久不见，好听是吧？这首歌确实好听啊，让我们进来的亮个灯牌啊，亮个灯牌，左上角给花姐点个关注，然后我们小红心里加个粉丝团。欢迎米叶哥，好久不见，被限流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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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家里就是这个流量啊。我在家里就是这个流量，今天连两万人都没有冲上去，然后直播间植物最高人气才16000啊，正常的啊，正常的。今天我看唐毅直播了，他也就20000人啊，对，在室内直播他人气都比较低啊，应该是有限流了啊，应该是有限流了，我也不懂，反正我没有直播。我昨天小号直播也10000多人呢，谢我丁丁哥的人气票。加码点点赞啊，点点赞。等一分钟，加码给个新歌打个榜啊，给新歌打。吴小维哭了，吴小维哭了，为什么哭呀？为什么哭呀？干嘛要哭呀？吴小维才几十个人，
那每个人的阶段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家门我也是，最初我也是这个样子的，知道吧？我最初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也是几个人拨过来的，而且我还在大排档，我还要被人别人打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每个人都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走过来的呀，为什么要哭呀？我这几个人啊，我这么难吗？啊？我这人气怎么上去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人气一直在跳呀，为什么？抖音升级了吗？啊？木生下播了，家们点点赞啊！欢迎木家人，欢迎我木生家的家人们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不接麦呀？为什么？欢迎木家人，护花大队欢迎一下。木家人，木生下播了，这么早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早就下播了呢？欢迎穆家人。哎，穆家人进来，我给你们唱一首我的新歌好不好？欢迎穆家人，穆家人霸屏。给你们唱一首新歌，要不要听？歌里的那个人，我给大家发福袋。欢迎穆家人，不在状态，谁呀？我吗？我给大家发个福袋啊。欢迎木村的家人们，我给你们唱一首我的新歌。家人们进来了，点点赞，点点赞赞，人气票助力一下啊！家人们，600张打满。花轮初上，歌声又响起，谁在独自轻唱着别离？把漫长夜想着我和你，多少往事泛起了涟漪，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印记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你就是我好听吗？家人们，我的新歌《歌里那个人》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酷狗打个榜，转发朋友圈。嘿，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勇气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
肩上的蛇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唱着我们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世界上的神。咱们如果直播间有主播的话，家人们都可以拍拍段子啊！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没有关注花姐的，家人们左上角给花姐留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支持花姐的音乐，感谢你们，谢谢啊！进来的留个关注呗，家人们。好听，好听是吧？对，我是做音乐的啊，家人们。喜欢花姐的给花姐点个关注啊，我每个月都会发新歌，然后咱们的胡小丫明天也有一首新歌要上线啊，大家喜欢花姐的喜欢听歌的朋友啊，左上角给花姐留个免费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人气票，谢谢你们。必火是吧，加码扣一包红。木森心态不好下播了，木森的人气有多少呀？对，我们直播可能会因为很多东西就不直播了。对，我心态不好，但是我可以坚持，对，我也可以承受十万家，我也可以承受五千人。欢迎穆家人啊，欢迎穆家人。吴小维哭了，为什么要哭呀？我都搞不懂。我等一下我也哭一下。我也哭一下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讲，做主播的太多了，知道吧？何况是一个男孩子，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不可能你又长得又不帅，你又对吧？唱歌好听的多了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一定要靠自己努力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每个人加入我的团队。或者是在木森的团队也好，唐毅的团队也好，起来的有几个？家人们，如果真的涨粉那么好，那么都有当百万的主播了，对不对？如果都能人气高的话，那直播间都是人气高的了，对不对？跟着一个好师傅，人气好一点的师傅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努力，要让大家喜欢你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哭也没有用啊，作为一个男人呢，我觉得不要哭，对吧？哭了这样子我觉得不好，不能哭，哭了男人流血不流泪，对不对？我们想着哭，我们还不如把段子拍好，对不对？难吗？每个人都难。我到我直播间里，我到现在我就收到一个嘉年华，我也难，对不对？我也难，是不是这样吗？我首先呢，我们做主播你要承受各种压力，对吧？你要承受各种压力，像我1000多万的粉丝，我直播间里不就几千人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要首先呢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问问自己能不能玩，问问自己能不能有点让别人粉丝关注你喜欢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一定要承受各种压力，对不对？穷嘛，我也穷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赚的钱，我根本都不够养活我的团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播不好，正常啊，你粉丝没有，第二，你没有大哥也正常，因为大哥在你上没有看到他看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还是要靠自己的，是不是？那小鸭为什么行呢？那宝丽金为什么行呢？对不对？那毛哥他是最早来我们团队的呢，那他为什么不行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我给你曝光的机会，我带你出去演出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能涨到粉丝，就你涨不到呢？那你就要问你自己行不行呀？是不是？优秀的人我就会多带一点，不优秀的人、不努力的人，我就会少带一点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是不是？你说我靠一个师傅就带很多人，把每个人都捧火，那每个师傅都做不到，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到，知道吧？我只会带优秀的人，我只会带上进心、有上进心的人，对不对？我答应小丫的，我20万粉丝，我给他发歌，我做到我该做的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答应宝丽金，等你到20万的时候，我也给你做歌，那么他就会往20万上面去冲，是不是？他们会到各个城市去直播，然后他们从下午播，从晚上播，一直在涨粉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不靠我呀，他们都宝丽金都没有回来，跑到四川去了。然后等我户外直播的时候，我再叫他们回来，就是这样子呀。我也是大家都知道我也是大排档脱音箱走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三个人直播间、四个人直播间，10块钱一首。大家看我大排档没有生意，扫二维码给我点歌，我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呀，哭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想哭，我也没有大哥，哭了难道就有大哥了吗？哭了难道就有人同情了吗？有没有大哥给我丢个嘉年华，我都可怜死了。对不对？要靠自己，靠谁都靠不住，我知道吧？要靠自己。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歌里那个人，大家都可以去酷狗帮花打个榜啊，帮花打个榜。歌名叫《歌里那个人》。希望大家能帮这首歌顶到飙升榜的第一名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唱一首《与你无关》送给大家。不容易啊，我只能说两个字，加油。慢慢就喜欢孤单，慢慢就变得冷漠，慢慢就与你无关，慢慢就忘记过去，慢慢就不再想念，慢慢就接受风里，慢慢就与你无关，慢慢就原谅自己，慢慢就一刀两断，慢慢就放过自己，慢慢就与你无关。手心里握不住的伤，喝下了最烈的醋，随便吧，就随便吧，慢慢就原谅自己，慢慢就一刀两断，慢慢就放过自己，慢慢就与你无关，慢慢就戒掉了你，慢慢就习惯孤单，慢慢就变得冷漠，
我就唱出这段这种感觉啊，爱谁谁。大家说我不在状态，对，我胃有点疼，我这胃好疼，打一把点赞的。我没打，我今天晚上一直都没连麦，因为人气不高嘛，我都没有打。我打了我也是输呀，家人们，我没有大颗呀，关键是。好，但是我好像每次都打 PK 的时候才会有票，是不是？今天第一把啊，我要拿捏我的表哥。花姐老师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老师。整个这个连线，哦，整个连线，打一把，打一把灯起的，嗨，好，好，踩一局啊，好，比慢，好，家人们，我没有票呀，家人们点赞呀，人气票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助理一把人气票，小松找我。好的，我打完这把，我连连他啊，我连连他，唱唱歌啊。后秋有在吗？后秋有在的话，我连个四个人的。谢我无秋哥啊，感谢我无缺哥。我没有票，家门需要大家众筹了啊，需要大家众筹。打败啊，师兄，我估计我是没有票，不过没关系啊。家们帮忙点点赞啊，帮忙点点赞，呼叫带进小黄，家们不要呼叫了，我跟你说，该来的都会来，不该来的你呼叫也没有用，都刷拉了，都刷拉了啊，对不对？呼叫大哥，呼叫全网的大哥，家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然后我们助力一把人气票啊，助力一把人气票。家们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家们打满600张的人气票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打满600张人气票。花姐弄个大舞台，好的，我再安排啊。呼叫谢胡哥，家们点赞人气票，每个人打满600张，长按住不动。家们血条压压。手机播的，所以说会有点模糊。有条件的啊，家人们一起助力一下啊，人气票。一起众筹，咱们给榜一、榜二、榜三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。今天看不见大哥了啊，今天看不见大哥，只能看到护花大队。感谢我果神大叔，感谢我无缺哥，谢谢真诚哥，需要大家的助力人气票。丁丁哥一起上，丁丁哥在吗？大家一起助力啊，大家一起助力，给榜一、榜二、榜三点点关注。好卡，咱们丢一丢人气票，每个人打满600张。谢谢大家的助力人气票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打满600张，护花大队要限量灯牌，限量灯牌，把免费的助力的全部丢出来，全部丢出来，家人们，能帮忙的帮帮忙，家们开干。谢谢大家关注啊，首先要先关注花姐，先关注花姐，然后亮个灯牌，助力人气票，血条压过去。
咱们墨镜那个全部上人气票，全部丢人气票，可以长按不动，每个人可以打满600张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我们要齐心协力的助力一把人气票，我们人气榜在35名，加油，我们往前顶一顶啊！往助力榜，我们看一下人气票多少人在助力。500人在助力啊，叫什么？我们往1000上面顶一顶。感谢我果神大叔，我们往1000人上面助力一下啊！感谢我初恋哥，加盟网1000，现在已经有600人助力人气票，加盟如果有方便的话，打满600张，长按不动啊！限量灯牌，欢迎我远方哥，欢迎我远方大哥，叫果神大叔。感谢我大叔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大叔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叔。感谢我张哥给我榜一，我张哥点点关注啊，感谢我张哥，谢我吴缺哥，盘灯助力人气票。限量灯牌才可以助力人气票啊！护花大队的往前冲一冲，往1000上面冲一冲！感谢我远方哥，谢谢，谢我铁骑哥，感谢我张哥，咱们给张哥点一点关注啊，大哥啊！加盟我们的票啊，优先啊，要优先，感谢大家。今天抖音升级吗？升级。来，加盟助力人气票，助力人气票。感谢大家亮的灯牌啊，谢谢大家亮的灯牌。一样的音乐真的吗？那我要换一首音乐。毛蛋，那个上次我让你找的那个歌是什么音乐？谢谢大家支持花姐啊，大家送一送人气票。感谢吴缺哥，吴缺哥要人气票。26名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在人气榜的26名，还有7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到前10。今天大主播都没有开播，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打到前10。拿两粒胃药给我吃。感谢我四弟哥来啦，感谢我追梦人。咱们一起助力一下啊，一起助力一下人气票，往前冲一冲，往前冲一冲，家人们打满600张，打满600张。谢我用户哥的人气票，咱们长按不动，长按不动600张，长按不动600张。感谢肖家的老四，谢肖家的老四啊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，家人们，我们把雪条压过去。谢�谢我四弟哥的520。感谢我四弟哥，吃点东西再吃药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感谢大家助力的人气票，家人们往前冲一冲，我就不相信能不能进前10。现在25名，家人们往前冲一冲。这没太难了吧，这太难了，打到现在不要吃那个。
谢谢大家，还有四十秒。还有四十秒，家人们，有没有帮我守个塔的？家人们，有没有帮我守个塔的？四弟哥，有没有虎子？守塔！我远方哥，我雪哥，咱们守个塔啊，守个塔！华子有没有？我去，输了吗？输了。感谢我阎王哥，打晚了，掉地上去了是吧？感谢我阎王哥，谢谢我阎王哥，这都掉了吧？咱们掉地上去了吧？哎呦，胃更疼了。哎呀，掉了几个呀？掉了一个，真的假的呀？掉了一个是吧？嗯，明天去检查一下。我是没有，我这两天一直在吃泡面吃的。谢谢我远方哥，让我们给远方哥点点关注。感谢我远方哥，感谢我张哥，谢谢我四弟哥，谢谢我果神大叔吴缺哥啊，笑笑乐，还有咱们家的悠悠啊，稀碎呀、啊，能不能调清楚一点？你给我买个手机。不是，谢谢哥，给我买个手机呗。等你今天晚上，我是真受不住。表妹，你火力挺猛的呀，表哥。表妹没有啊，今天我老朱直播间来了三位大姐，爱我他们啊，大姐打动我是吧？嗯，大姐老是给我约会，说今天晚上来到我这儿，我就说话了。啊，这大姐三个大姐挺猛的啊。好，都是自家人啦，咱们呢就让我表妹，我想点你首歌，我唱新歌。我想听大不了，有人听大不了，大不了唱了你会哭啊。没事儿，我喜欢表妹的歌曲，每首歌我都喜欢。行吧，那我唱一遍大不了吧。好，感谢这大姐的医药费吧。没事，咱自家人，关注我的好表妹华姐，家们给八戒哥点点关注啊。哇，会说服自己还是难忘记温暖的往昔，为何会这样让我接受锋利，说你不得已，其实骗自己而已，大不了就在骗自己，我自己难过，大不了我一个人生活，大不了没什么，大不了，大不了就再骗自己一次，大不了就当你我相爱过，好听好听好听，哇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一首大不了送给我八戒哥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表妹啊，我现在老可喜欢唱歌了，然后呢我现在每天呢就是想唱点歌，以后表妹有啥歌的话可以推荐给我，
啊，表妹。哦，你现在要想做专辑，做自己的原唱是吧？我今天呢，对对对，我今天呢也巧，今天华姐来，我给我表妹说一声，嗯，因为我有一首歌，今天六点刚上的线，我想给大伙唱一遍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今天上歌了是吧？对，我没掌握，这是第二首歌，我也整不明白。哦、行行，我就听一下，唱一半。好好好好。谢大哥的医药费啊、哦！谢大哥的医药费。我吹着夜里的冷风，守着破碎的美梦，这些年都是一个人苦撑，哪怕受了伤也不喊疼。好听哦。我望着冰凉的夜空，想着自己的余生，泪水悄悄地流出我眼头，一杯烈酒醉倒大风中。这一生有悲有喜也有痛，有过心酸也有过感动，你看人间岁月来去匆匆，风雪一程，山水又一程，这一生有悲有喜也有痛，有过别离也有过重逢，多少人间聚散都在途中，总有一天会笑得从容。好听，非常扎心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这首歌叫《这一生有苦》。这首歌的题的长，这一生有悲有喜也有痛。啊，这一生有苦，这一生有苦，不是吗？这一生有一生有悲有喜也有痛。啊，这一生有喜也有痛啊！咱们去酷狗打个榜，我们呼哇大队打榜最厉害了啊！感谢，就是我八言哥没事就。副歌也拍，主歌也拍，就一天发三四个段子就好。好的，所以说呢，你要教家人去打榜，因为咱们出一首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不断就一直发段子，然后让你的铁粉去跟你同框就好。好的，咱们呢没有关注我表妹花姐，也是我的好朋友花姐，其实给我花姐点个关注，兄弟们，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好的表妹，感谢，谢谢华强哥，那你忙吧，我下次那个再玩。好，有啥事以后需要歌啥的，学唱歌啥的，你给我发个私信，咱以后以真的我可喜欢听歌了。行，可以有看以后有合适的歌呀，咱们合唱呀，或者是你我有好歌，我推荐给你唱也可以。啊、好的，表妹我哭了，关注我花姐表妹，加上给对面有个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一路长虹啊，祝新歌大火。好，表妹，拜拜，爱你表妹，再见表妹，好，关注我表妹，好，哎呦，太好了，相互关注一下啊，拜拜。连小松是吧？八仙哥挺逗的啊！感谢我，哎，我远方哥走了，家门要私信感谢一下远方哥啊！你们让我连小松在吗？小松你们都认识吧？我怎么找不到他？华哥，感谢华哥，谢我华哥，华姐，哎，小松，你们看没看，华姐，他们说你不接我麦，或者是你不连我，不可能，我今天晚上没打 PK， 因为我人气低嘛，我刚刚都已经讲了，我说，打完一把，我看我人气能不能高点连小松，因为在家里没有什么人气，
花姐没事，花姐你在老家吗？这是？我在厦门啊，我在厦门。啊、对不对对，我现在长期在厦门啊、哦。你要不要唱首歌呀？那个、我就是唱歌，我就刚才说了，我说连到花姐了，我给花姐唱首歌曲，花姐的那首歌，我刚才我还唱大不了的呢，刚唱了大不了。那你再来一段呗，谢我华哥啊，家们给华哥点个关注，是我们家的那个华哥吗？来，你唱吧啊，家们给小。小松点点关注啊！啊，姐，我唱首这个《此情在人间》呢，还是这个《大不了》姐？都可以，此情也可以，大不了也可以，此情吧都行啊。我唱一个《此情》。好的。这歌，啊，咱们给华哥点一下关注啊！不是啊，不是咱们家的，华姐家的，不管谁家的，欢迎一下啊，欢迎一下。有点紧张，来，我给你开始了啊。好的，家门到对面扣一波花字，没有多少人啊，别嫌弃啊。没有没有姐，没有你连我就是特别满足了。谢谢华哥，华哥你稍等一下，一会儿给你唱首歌。爱从那一天起，全部去对面小松家。住在我心底，最好的时光里，刻下最美的痕迹，躲过流言蜚语。诉诸坎坷的风雨，对去对面扣一波花字，这份情却变成回忆，短短一声叹之间，谁也不必说抱歉，付出一切只换来一次擦肩，尝尽冷暖聚散，看淡所有的遗憾，此情一直在我心。欢迎花家人，欢迎花姐的粉丝啊！对，我今天人气比较低哦，我都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姐，没有没有，你真的是，真的啊，主要是想唱首歌给你听。好，我们起飞对面，一步一下啊。爱从那一天起，过去一下，种在了我心底。最好的时光里，刻下最美的痕迹，躲过流言蜚语，走出坎坷的风雨，这份情却变成回忆，短短一生叹之间，谁也不必说抱歉，付出一切只换来一次擦肩，尝尽冷暖巧了，小松，大哥也没有，然后直播间粉丝也少，没有多少人。没有，姐呀，就那次吧，就那次我秋哥也在这儿，我俩就是那个阳气呀、啊，不是哪个阳，可能叫阳气哥没少支持啊，哎呀，这康康的就是上了上的，我这最多的一次，那次是，你感谢啊、对，没有没有，你因为你确实真的这次，多亏你们的支持啊。然后我们护花大队就特别喜欢你。姐，你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你一句话的事儿，我和我秋哥我就立马去。好的，好的，花姐，好的，谢谢姐啊，那个姐我就不打扰你了，花姐啊。我给你们家粉丝也唱首歌呗。哎呦，谢谢姐，我现在耽误你那个。没有，家人们，你们给那个小松点一下关注啊。这个，谢谢，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啊，家人们一定要给点关注啊。后秋老师的弟弟啊，家人们一定给点关注。我不是昨天发了一首新歌嘛？对对对，我给你们唱一段哈。华姐的新歌昨天6点发的，下午。对对对对对。
唱给大家啊。下面到对面感谢一下小松，感谢小松。花灯初上，歌声又响起。别紧，来录个屏。谁在独自轻唱着别离？漫漫长夜想着我和你，多少往事泛起了涟漪。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殷勤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。你说的话我都好听，茉莉达好听。给咱们家的小松点点关注。那谢谢谢谢华姐，谢谢华姐啊，真的谢谢，太开心了。下次有四个人的 PK， 我们没事打打 PK。啊、行啊行啊姐，行姐、啊、行，你有时间，你有时间，咱们你带带我去啊。可以嘞，好嘞。啊，行啊姐，我就不打扰你了啊。行，等我人气高一点，我连你啊，小松。哎呀。你随时找我就行，姐。好了，姐。嗯，好，加油。好了，花姐，谢谢姐姐。嗯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感谢我华哥啊、哦，把这首歌唱完，感谢大家支持啊。咱们搜索一下歌里那个人。嘿。那些曾经无悔的。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殷勤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。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。肩上的身，感谢我华哥。感谢啊坏坏啊，谢谢我坏坏哥，谢谢我四弟哥，谢谢无缺哥。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歌里的那个人，也是昨天的六点钟发行的，然后被护花大队打榜打到华语榜的第一名。然后我们护花大队的再接再厉，我们要上飙升榜，好不好？人气过了，你说我吗？你是个小黑粉，你是个小黑粉，哪有人气天天高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有团队的时候出去户外，我才有人气，然后我在家里面就没有人气，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长江不倒，花姐永不倒，是不是？花姐都没有拉过，
是不是得不得慢慢来，这首歌要火，花姐是吧？我不是不是咱们家的口号是发一首火一首吗？是不是？大不了大不了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怎么回事儿啊？主持模式。啊。啊，毛哥。毛哥。师傅，我说怎么回事？都说你哭了，怎么回事儿？我没哭啊。直播间里都说你哭了，说你涨不到10000粉丝，不许回来，怎么回事？你好，你好，后面大哥你好。这个不是那个黄毛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啊啊啊！跟我师傅打个招呼。他也是主播吗？没有，他在播着玩。啊。就是那个小维，你要调整好状态，知道吧？调整好状态，然后去拍段子涨粉。啊，我知道。知道吧？你要有个状态，你要拿出你的态度出来，小薇。然后因为直播间里面都在那个说你在哭，我说你哭死活该，不许哭。没有，我没哭，没有。你得加油，你要做的是努力，哭没有用。对，是的，我就这么想的。然后没哭就行，加们给小薇点关注啊！现在4000多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今天下午去他那儿了，去那个红豆老师他徒弟，我上他舞台去演了。家们，现在小薇4000多粉丝了啊！家们了，我们给小薇点一波关注啊，给小薇点一波关注。护花大队没点的都可以点一下啊！来，加油，去对面给小薇点关注。谢谢师傅，谢谢所有护花大队。能点多少点多少啊！家们全部起飞对面。帮我拿一下，好吧，帮我拿一下。咱们点过了，扣个一啊！到对面扣到花字，点关注。全部移步去小维的直播间，全部移步去小维的直播间。能点多少点多少啊，家人们，能点多少点多少。欢迎啊，欢迎所有护花大队家人们走进来，欢迎你们，全部去小薇的直播间。感谢你们点关注啊，谢谢谢谢谢谢谢小薇家人们一句话，感谢所有的护花大队对我的支持，谢谢。来，小薇，你跟他们唱首歌吧，好不好？行，他们都让我唱《差一步》。可以啊，你要唱什么歌都可以，你唱吧。行，师傅，要不唱一首歌吧？估计你从来没听过我唱过，刚好唱给你听。啊，叫谢我六度哥，咱们都过去支持一下吧，挺不容易的啊，真的挺不容易的啊，咱们都给他点个关注吧。流行模式。啊，估计是真哭了。我唱一首啊，唱一首那个男人的歌，上了年纪的男人，送给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感谢你们。到对面扣一波加油吧，啊、哦，家人们，确实不容易啊。上了年纪的男人，不得不有的稳重，可是谁又了解我？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，都怪时光匆匆，让锋芒露出指缝。岁月它由不得你，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。谁不是不甘平庸，咒骂命运的耍弄，
汗流浃背的挡着寒冷，害怕现实嘲讽，觉得差一点就与众不同，谁能从始到终一直都给你最初一样的感动，经历了患难其中，屈身困在其中，尝遍每种体会才叫人生。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人的痛，难说的话放在心中，矛盾的怕被人看穿，又渴望谁懂，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。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性的梦，难放下的握在手中，偶尔难免脆弱的心被生活触碰，偷偷醉过一场，匆匆醒来和明天相逢。上个年纪的男人啊，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。欲望它有恃无恐，别太过度的使用，男人就该活得从容，世界风情万种，一身坦荡别丢了你的初衷，奔波在南北西东，每个人都有差不多的苦衷，扛在肩上的沉重让眼眶笑着哭红，执着的背影一直走在风中。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人的痛，难说的话放在心中，矛盾的怕被人看穿，又渴望谁懂，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。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性的梦，难放下的握在手中，偶尔难免脆弱的心被生活触碰，偷偷醉过一场，匆匆醒来和明天相逢。感谢所有走进我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师傅，感谢你，加油加油加油。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人的痛，难说的话放在心中，矛盾的怕被人看穿，又渴望谁懂，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。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性的梦，难放下的握在手中，偶尔难免脆弱的心被生活触碰，偷偷醉过一场，匆匆醒来和明天相逢。加油加油啊，加油，不要哭了啊。我没有，我没哭，不要哭了啊。主持模式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师傅是都回来了，就是你自己在那了，注意安全啊。师傅，我就想跟你申请一下，我想在这就是待一段时间，我想把这所有的舞台我一个一个我都上一上。能上吗？能上咱就上，大舞台上也行，小舞台也行，他们有1000人的直播间或者2000人直播间，我就上去，我就唱啊，能涨多少涨多少，我一个我就都把它唱完，就算曝光了。嗯，谢驼爷，驼爷不要刷了啊，驼爷不要刷了。嗯，我刚刚看到驼爷在你直播间给你刷抖音号了，你还没感谢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驼爷，谢谢我大哥啊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别刷了，他越说不让刷越要刷。大哥性情嘛，性情啊。谢谢驼爷，我都在心里了啊。我不那个了，我就行吧，你看你自己看吧啊，然后在外面注意安全啊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师傅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丢人，你放心吧。行行，加油啊，加油加油。嗯，行行吧，你们给小薇点点关注，我也没有多少人，知道吧？因为刚刚回来在家里播，然后限流，然后不如在外面啊，没有多少人，涨不了关注啊。没事没事，我
我在这跟他们硬咳，我咳到10000我再回去。行，这几天我在厦门这边看看能不能搞个舞台啊，然后到时候搞好舞台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啊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加油啊，加油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拜拜拜拜。行，注意早点休息啊。嗯，好好好。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好师傅，我不好。其实我们这边呢，就是不好涨粉，因为咱家，对吧？都是多少人就多少人，没有，就是大家懂的啊，但懂的都懂啊，就是真的涨不了几个粉，但是涨了就不会掉的啊，实打实的啊。给我倒点热水，我这胃疼的不行。感谢我头爷啊，谢我头爷。然后谢我丁丁哥啊，感谢我丁丁哥。然后那个啥，感谢我西安好好的咋回来了，倒点热水。空腹吃药吗？但是我胃疼很疼，脸抖抖，我不连了，我不连了，我播到11点我就下了啊。咱们点赞啊，点赞都没帮我点啊。偷懒了啊！我给你倒水，这样我们给花点点赞就可以，点赞点到10000我就不疼了。我这几天是吃泡面吃的，胃疼，知道吧？要么给花点点赞啊，给花点点赞就不疼了。赚到10000，花就不疼了，好不好？在我迷惘的时候，你经常对我说，点肚子啊，点这里，家们我们双倍点一下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我双倍点一下，毛蛋把那个我们前面电脑的那个歌发给我呀，啊？电脑里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好吧，咱们给花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咱们跟着音乐的节奏啊。Yeah. 来，咱们点赞，点赞，让它沉起来，家人们。提示了是吧？提示了是吧？完了，我这密码被我点锁起来了。
我的被我点锁起来了。点了多少下？每个人给你点3000下。设计出这个玩家，你们给我点点赞可管？管不管？点赞的都发财啊，不点赞的都辣，都辣肚子。哪个不点哪个飙升，大家都能发财的小手别画点点赞啊！我这被锁上了，我这被锁屏了。来支歌，要听什么歌？要听什么歌？家人们，点赞冲到500万！你们这懒胡话到底的人最懒，你知道吧？你们是最懒，你们除了打歌牛逼，你们这懒着呢。也不怪你们一个两个都不苗条，一个两个都那么胖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们太懒了，知不知道？也不怪你们有肚子，对不对？不想胖的家人们赶紧点赞，我听听歌，点赞。点赞，一起点，让它神起来。毛蛋站后面点赞。毛蛋站后面点赞，你不点赞，他们也不点，知不知道？不把它点到1000万，你能下播吗？来，咱们一起点赞。要听什么歌？给凤阳的化姐点点赞。哪个不点哪个是鸡蛋，又大不了，大不了你个头，大不了大不了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挺好，想干嘛就干嘛，爱干嘛咱就干嘛。对不对？开心快乐每一天。最后总结两个字，长寿，对不对？咱们点赞，嘿，300万不知足吗？我要点到1000万，我要唱一个嗨一点的歌啊！家人们跟着毛蛋的手速啊，点歌啊，点赞啊，点我的鼻子，我要唱一首歌。我唱一首歌，你们要听什么歌？爱你一万年是吧？可以，我唱一首爱你一万年啊，唱一首抒情版的爱你一万年送给大家，好好唱，我要用心唱啊。加班继续点赞。
我愿意为你祝福，我爱你，我心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我爱你，为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一万年。咱们一起点赞，好听吗？家们戴耳机更好听，点赞点起喽！狂风吹起，细雨迷离，风揭开我的记忆，我想上山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意为你祝福，我爱你，我心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，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，我爱你，为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一万年。而是我爱你一万年送给大家，因为大家都在唱这首歌的 DJ 版啊，我就不想唱，所以说我给大家唱抒情版本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啊，歌曲还是要听抒情版的会好听一点。对，我在厦门，咱们给花点点赞啊，赞赞点到五百万，差不多就11点了，我就下播了哈。然后感谢大家的人气票以及点赞，还有咱们的新歌打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张哥，然后咱们家的无缺哥啊，谢谢大家。我不在周至了，我已经回来了。指头断了，我吗？你的指头断了，要点赞点的是吧？要一起点赞才可以，要一起点赞。不回家看老妈吗？我哪有时间呀，我要回去，中旬，四月中旬回家。好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现在的点赞是350万啊，主播不容易。对，主播不容易，每个人都很不容易，知道吧？每个人都很不容易，主播不容易，然后包括直播间所有的上班的也都不容易，知道吧？真的都不容易。所以说呢，现在疫情刚刚放开，大家都想方设法的去赚钱了，知道吧？能待在直播间里的，是吧？都是上班族的，该赚钱的都出去赚钱了，所以说呢，直播间没有大哥了啊。生活不易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你要为
我觉得现在直播比我以前直播好多了啊、在过年的时候，一年前半年前我就是这样的直播的一个状态啊，大概直播间也就这么多人啊，对，大概直播间也就这么多人。我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，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说呢，我心态很好，真的，我心态很好，就是顺其自然吧，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做我自己专业的事情，然后至于人气呢，咱也左右不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尽量户外，如果户外人气高，咱就一直户外；如果在家里面，人气低，咱们就努力多户外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怎么说呢？心态一定要放好啊、加油吧！我会努力的啊！我有你们做我的后盾，我倒不了，我也拉不了啊！谢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。然后我们的歌一定会很火啊，永远支持你，感谢我九天哥，我们的音乐会越来越火啊。长得丑只能说明你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，对不对？丑是父母给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办法吗？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谢我，欢迎我石锅，这个什么字呀？谢我悠悠，人嘛，对吧？总有大起大落，对不对？咱要接得住人气高，咱人气低的时候，咱们也要放平心态，就是没有人会一直以来那么火，对不对？没有人，就花无百日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一直以来我人气都是这样子的。对，然后这次户外呢，我也能做到10万加，相信就是我只要户外，花姐就差不了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证明了我自己可以有10万加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会努力的去做自己的舞台，啊，我慢慢来吧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家人们，我毕竟是一个女人，对吧？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慢慢处理，家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毕竟我一个女人创业也挺不容易的，对吧？所以说直播间里面呢，要给花打打气，给花多一些鼓励。我没有什么套路，我也没有什么情商，所以说呢，我只能实打实的去带我的徒弟，知道吧？实打实的去演好自己的演出，做好自己的音乐，然后直播呢随意。有大哥咱就多打 PK， 没有大哥咱们就播咱们的，放平心态就好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哥也没有那么多，咱可以理解啊。我欢迎咱家苏珊，苏珊也直播了是吧？有故事，加油加油。好的，张哥我会加油的啊。大主播一两千万的大主播，几百人的多了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还可以了，我最少直播间里还有4000多人呢。咱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是因为没有人气，是因为你们懒，不给我点赞，也不怪你们一个两个那么胖。我再说一次啊，赶紧点赞。歌里那个人啊，苏珊，你们拍段子了吗？哦，如果可以唱的话，尽量去唱啊，不要对口型，对口型没有用，知道吧？如果你们可以唱的话，尽量去拍段子唱，啊，不要对口型，对口型没有用，知道吧？谢谢你是我唯一。欢迎董哥，欢迎董哥，这首歌又被大家顶火了啊！谢我哦，天哥，我感觉这首歌要我在直播间唱好听啊，唱伴奏比较好听啊，点赞减肥，逗死你！
点赞的减肥啊、哦。你就是我唯一。你要听叶之光吗？加盟你们转发朋友圈，然后帮我同框一下这个段子啊。歌里那个人，你们搜一下抖音，他就出来了，有副歌，也有主歌。你们不要跟我同框，你们就搜索这首歌自己拍啊，自己拍。丁丁哥，丁丁哥牛，丁丁哥，好好赚钱啊、哦！过年给我上华子啊！听到没有？谢我用户哥的头像。我怎么点赞越来越胖？因为你没有好好点。丁丁哥要把我笑死。怎么回事？谁知道花姐的姓名？我姓康，我姓康，我的大名叫康宁。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唱首《花轿》里的人，我不会唱啊。欢迎我 W 哥，加盟也可以加入呀，组会员啊。就是爱心旁边的会员。谢我用五哥的头杀，家们可以送那个人气票。我叫康大美，家们扣一波爱音乐，爱花姐。曾经，谢谢年少有为大哥。最后却被世界伤得深。我唯一哥要听叶之光是吧？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魂牵梦萦让我失了魂。谢我用户哥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你们好。双手好吗？嘿嘿嘿，乐业城是被孤单照亮，不回家的人心事洒落在街上，忙忙忙到忘，不如出去走一趟，大好时光等好，感谢唱一段啊，家们可以支持一下咱的新歌，新歌歌里那个人，家人们不能唱那么高音的歌，唱高音的歌嗓子会哑，嗓子会哑啊。然后家人们，我们的点赞太少了吧。人气票助力的太少了吧。花灯初上，歌声又响起，谁在独自轻唱着别离，怎么办呀家人们。漫漫长夜，感谢我用户哥，谢谢我用户哥。大家能不能不要偷懒了，给我再点一波赞赞吧。来毛蛋，那些曾经无悔的情谊，那些家们瞄准右下角一起点赞，谢我董哥的人气票。花姐太辛苦了，没办法呀，对吧？没有办法呀，只能自己呀，什么都是自己来呀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不觉得辛苦啊，我不觉得辛苦，大家都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啊，包括2017年，刚刚这个抖音，我发了一首那个
等一分钟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但是我一直都从来都没有偷懒过，包括演出呀，包括拍段子呀，包括选音乐啊，出歌呀，演出全国各地的跑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偷懒过一天。所以说呢，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我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。虽然我是一个小女人，虽然我是一个小体格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梦想，我想为了我的梦想去闯一闯，哪怕直播间有十个人看我，我也要努力，最起码这十个人都是支持我的，喜欢我的，所以说呢，他们会不会放弃我，我也不想放弃他们，所以说呢，我会努力的把自己的专业做好，我把歌唱好啊。你在哪签约的？我没有签约给任何人，我没有签约给任何人，我是我自己的。所以说呢，别人拿很多钱来签我，我从来都不签，我从来都不签，因为我不想签给别人，我是我自己的。我没有工会，我没有我也没有背景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，就是拖着音箱大排档唱歌养活自己的人。所以说呢，我也没有见过钱，但是我也不稀罕钱，我喜欢我自己，靠我自己的努力。对，金牌主播我也没有签，金牌主播我也没有签，我也没有签任何的公司，我就是我自己。现在我发行的歌曲都是我自己的，对。所以说呢，创业比较难，真的创业比较难，就是但是支持我的真的挺多的，真的，我是一个。不怕累的人，真的不怕累的人。所以说呢，老天给我这个机会，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就好好努力吧，啊，我属于大家的，对，我属于你们的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一个女强人，女强人算不上啊。有梦想的人啊，有梦想的人，对，有梦想的人。谢我丁哥的人气票，谢我用户哥。我属于我自己的，我属于护花大队的。我好像刚刚看到那个谁又来了，叫什么呢？走了。谢我四弟哥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华哥又来了，是吧？谢我用户哥啊，用户哥要点一首歌吗？今天又是直播一晚上吗 ？No， 十一点吧，啊、嗯，大家给花点到500万的赞好不好？500万一个小目标好不好？我放一下点赞的歌啊，家人们给我点赞啊！每个人瞄准右下角，来一起点赞，让它成起来！来点赞，让它成起来！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点赞，一起帮帮忙！家人们先换手速，家人们把账号点到500万！毛蛋喊不动了，毛蛋生病了。家们把右下角撑起来啊，家们点赞撑起来，家们不要偷懒，一起点。谢我用户哥，所有的家人们，4300人啊，我们要一起点公屏，它才能存起来。家人们加油，一起点。谢谢用户哥。
龙虎哥你什么意思？你一直刷头上，你要唱什么听什么歌？龙虎哥谢谢你哦。人气还是不行，对，就当然大家都偷懒了，都偷懒了，不给我点赞。你们不一起点赞，就是直播间有4200人，要有4200人给我点赞，他才能撑起来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他是这种算法啊，他是这种算法。所以说呢，有的人偷懒就不点，就觉得这一个人不点他就不行，他要一起点才可以。那个用户哥你要听什么歌？用户哥用户哥点歌了吗？管理员用户哥有没有点歌呀？歌里那个人是真火啊，真火！花姐又要火喽，花姐又要火喽，忘不了啊！点此情了。用户哥，你点此情一直在心间吗？可是的，家们亮个灯牌哦，亮个灯牌，加个粉丝团。是，好，那我给你唱啊，我给你唱。家们扣一波爱音乐，爱花姐。曾那一眼睛睁在了我心底，最好的时光里刻下最美的痕迹，躲过流言蜚语，走出坎坷的风雨，这封情却变成回忆。短短一生叹之间，谁也不必说抱歉，不注意的欢乐一次擦肩，尝尽冷暖聚散，看淡所有的遗憾，此情一直在我心间。这种歌爱从那一天起种在了我心里，最好的时光里刻下最美的痕迹，躲过流言蜚语，走出坎坷的风雨，这
风情却变成回忆，短短一生看之间，谁也不必说抱歉，不注意就更换了爱字擦肩，尝尽冷暖聚散，坦荡所有的遗憾，痴情一直在我心间，短短谁也不必说抱歉，不注意就更换了爱字擦肩，尝尽冷暖聚散，坦荡所有的遗憾，痴情一直在我心间，尝尽冷暖聚散，坦荡所有的遗憾，痴情一直在我心间。感谢大家啊，感谢我头野啊，想哭是吧，这五个唱的确实想哭啊。头野一直在飘屏，花姐讲一起怎么个事儿，怎么个事儿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，感谢大家的礼物。董先生点的爱的迷魂汤，董先生明天唱行不行，因为我这会胃疼，然后高音我有点唱不上去。谢我默然哥，花姐你知道的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我不懂你说什么，我不懂你说什么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花姐绝对不是那个最差的人，对吧？花姐全网都对我挺好的，所以说呢，我的人品应该三观挺正啊，所以说呢，你别夸我了，大家都知道。首先我也不会说太多，但是我要感谢头爷啊，我要感谢头爷支持咱们团队的人啊，感谢我头爷支持小丫，也感谢支持就是小师妹小师弟们啊，真的破费了啊，破费了。然后丫丫明天出新歌，然后尽量帮他多推一推，让他出去打 PK， 让别人给他出段子，然后不会推歌的话，可以进我们的护花大队八群，然后叫我们家的管理教一下啊，叫我们家管理教一下。然后小丫明天发段子的，大家都去同框啊，毕竟是小丫的第一次。然后从明天发行过之后，我让小丫变成抖音的音乐人，然后这几天我都在弄这个事，然后就比较忙啊。对，我答应小丫的我都会做到啊，我答应小丫的我都会做到，只要他们好好努力啊，好好拍段子，就是如果小丫优秀的话，我会像捧我自己一样，我去捧他，让他变成一个音乐人，让他全网都唱他的歌啊，加油吧，加油。花姐虽然没有什么人气，但是花姐做音乐这一方面啊，相当还是可以的啊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我不要自己夸自己了啊，你们懂啊，你们懂啊。对对对对，明天小丫的歌让你们真的洗耳恭听啊，这首歌真的很不错，这首歌应该有很好的成绩啊，我们的酷狗大力支持啊。然后因为小丫她是新歌手，然后还要去认领歌手的这个就我在弄啊，然后她还没有推荐位，然后我把我的头像然后弄给她去当推荐位，要推荐位，要把推荐位之后，然后发行之后再把头像换到小丫那边去，然后这几天弄得头疼着呢，一直在弄这个事儿。加油吧啊，加油啊，头爷真的破费了啊，谢谢你支持咱们家鸭啊，真的好大哥啊，小鸭呢认识你是一种缘分啊，我现在都没有鸭厉害了，我现在都没大哥了，因为最起码小鸭还有固定的大哥，咱也没有，
看来我得培养两个了。谢我头爷啊，感谢我头爷啊。明天啊，6点钟啊，家们，然后我下播了，我下播之后我也要去拍，我也要去拍小丫的那个段子，因为这首歌是我陪他唱的，知道吧？我会把我所有的流量给他用。这首歌我明天不发我自己的歌，我明天发小丫的歌。哦，我把这首歌好好顶一顶啊，然后护花大队的都帮忙顶啊，一定要帮忙顶啊。小丫，你们记住，小丫是我的人，也是你们的人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齐心协力啊，齐心协力啊。收到，好的。我今天晚上可忙了，我要拍我自己 DJ 的12点钟上线，然后本来是 DJ 版的，明天上线，我怕抢小丫的流量，我就改在今天晚上上。12点钟我要拍这个那个人的 DJ 版，然后我还要拍小丫的歌，我还想出去拍。家们，我们的点赞还是没有到500万哈，怎么办？是点完下还是现在下？这播的稀碎呀、啊，播到3000多人啊！点完下，算了吧，算了吧啊、哦！今天抖音升级，我估计是限流。现在不是你的作风，现在下不是你的作风。那你给我点点赞呀，头爷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天在户外也是一直都是20000多人，这有时候他就是不正常的。啊，就你坐着，我们点，算了吧啊，因为我下播还有很多事情啊，我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点赞了，就跟我同框段子吧，然后就帮我的新歌打榜啊，然后我把这首歌唱一下，送给我头爷啊。猴哥，头爷，明天我教你怎么打榜啊。都当了
深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万千梦萦让我失了魂，你说的话我都当了真，最后却输给有缘无分，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，是我回忆里的一道痕，肩上的身，大家我们起飞酷狗打榜啊，大家我们点赞啊，记得评论然后转发，然后我们进一下八群，进一下八群啊，我们八群有管理员教大家怎么打榜啊，都是啊，举手之劳，不用大家消费的啊，大家啊，包括鸭家的粉丝也可以进我们的八群，然后学会了，明天我们可以打榜啊，然后加油啊，我去拍段子，明天为小鸭的首发，记得啊，6点哦，大家破费了啊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